因为其实过去媒体上面有给林湘一个称号是暗黑版的黄杰这样的一个绰号，那其实我们在新闻上都很常互看，那今天终于第一次相见欢，那第一次相见欢就非常荣幸邀请到林湘，然后来到凤山，也希望说借由她的魅力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凤山。那今天看到本人也觉得她本人就是透露着女神光，我们乐天女孩素质颜值都超高，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希望说今天他们的凤山的一日游可以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